那么刚才呢，我们是也介绍了晚上的活动的布置。那么今天一个月呢，温莎舞台呢，都是从事的社会学生的事业，收容了一些社会呢不同的朋友，让他们成长，正统成长以后呢，就走进我们的社会。那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呢，我刚才很了解，我发现我们小朋友呢，刚才看到他们去了。从北京去到呢，厦门，也是充满了回忆，非常的高兴。而且我们星期六呢，在这边呢做了一场的直播。那这次来讲的话，星期六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说希望说也是感恩自己，那我们大陆的朋友和我们一起体会到台湾的自己，这种情态，认识台湾，然后能够知道我们台湾的一些公司的习惯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。那么在此呢，我也希望你一路呢平安，大家呢把喜乐。这是我们云林县政府特地准备我们去当地特产的伴手礼盒。天使在人间这本书要来回赠我们的云林县政府。我们这次的嘉义感恩活动。因为我们自己本身，去年暑假，我们忙忙碌碌的带着我们23个孩子，一路到北京，一路骑行到厦门县3200公里。现在呢，在顶着39度的高温，各位很难想象39度高温啊！对，那个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当然我们辛苦，我们中间有一群非常非常多的志愿的伙伴们，在我们这支团队，非常的好，一路陪着我们从北京下。那么这样支援之外，其实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时间教练老师啊，伟杰老师哈，还有我们时间教练基金会啊，这样一路从大陆这样北京哦，支持我们到厦门3200公里，3200公里，各位我们台湾到去才1200，要到将近3000。那在这里，我们特别是在感恩活动里面，就是邀请我们这次在大陆帮忙的我们的志愿者，还有我们的企业家一起来到台湾，感受台湾的美。那台湾我们今天早上就从云林出发，就休息的机车阿哥一路来到我们工地看完，我们到这儿，到我们帮我们云林县政府。那下午我们特别要到我们环球科技大学，我们许校长非常认真的是我们一个月在兴建，他有做了软动场体这样一个计划。第一个是要帮我们做科学辅导，做那个木板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将这里我们医务院的那个图书馆。第三个，我们建了一个梦，跟校长有一个梦，处长跟处长报告，我们叫环球梦。环球梦是七家在环岛活动第九这个梦。好好好